龚老师有个就是特长啊，比如说我们那个《山河令》有个主题曲叫《天问》，这个梗没完了是吧？一定要听，很好笑。哦，这个可以。就汉老师教我，我不愿意跟你站起来，我不想站起来。龚老师上，那确定要能接住啊？接住啊，听好啊。文化文言颜色正好，人生欢乐苦短几春宵，问秋问冬风雪萧萧，彩云易散岁月难熬，花开早花开早，天知晓天莫笑，天已老江湖小，恩怨了人去了我忘了。家师们，这样这样，请夹在《山河令》中间的男人来点评一下这段歌叫做毛毛，你觉得这个唱得怎么样？俊俊，因为我不知道这歌原本是不是就是这样，就评价起来没办法很客观。毛毛赢了，毛毛。好，我们这样，我同意给俊俊加五分钟的，请表态好不好？三、二、一。谢谢大家，不杀之恩。因为我觉得，说句心话，我觉得俊俊唱歌不好听是炒作，我觉得还可以。那至少有一种儿歌的朝气。今天有个车一直在外面放，嘴巴嘟嘟，那是他？那不是嘟嘟，那是呜呼。所以呜呼到底是啥意思？我好喜欢你呜呼，爱你呜呼，我找个地方都没有。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闭嘴。给我笑。